各位同心，我们麻烦尽快就座哈，我们开始要准备上课。上课前哈，再麻烦注意自己的手机还没有关机或把它关震动。好，家里的手机要看我关机无，啊，我关迄个震动哈，再麻烦一下，多谢。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的众议院潘良华潘议长演讲哈，请掌声欢迎他，谢谢。啊，咱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我叫潘良华哈。那么，真欢迎今仔大家哦，肯开时间、开钱哦，啊来遮上咱台湾民政府所举办的法律学院。啊，要办这个法律学院，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咱六十几年来国民党的教育之下，把真济有毒的思想，下伫咱头壳内遮吼，爱甲澄清互出去，吼。啊，那么这无可能讲三更两暝就我都澄清去，所以我希望大家吼，拢来买一本《新台湾论》。这本《新台湾论》，我甲当作讲是咱台湾一个前途啦，吼，一个一本圣经。台湾的一挂国际地位，你真相拢伫内底。那么我嘛希望讲，大家来订，我能够去买一本，会当足彻底的，互你知影讲咱台湾过去的悲惨，吼，二十八事件迄当阵，美国派伫台湾的有一个副领事，叫做乔治科尔。伊所写诶《被出卖台湾》这本册，伫美国出版诶是美迄、那个国民党，甲所有诶册店诶册拢甲买来，啊拢甲毁掉去。伊无爱互咱台湾人读着这本册，吼、哦。啊，所以后个再有台湾人去找这个乔治克，要求讲要甲翻译做汉文版。啊，伫美国出版，啊，这伫台湾当然无法度伫台湾买。有人是有法度偷客回来尔，吼、哦。所以，那么即马已经台湾有出版啊，这本你话呢一定爱买。我鼓励讲，咱台湾人上少爱看三本册。第一本就是我讲，咱比如讲这个《新台湾论》，第二本《被出卖台湾》，那么第三本就是全世界出版上侪册，一本是《圣经》。现在我来介绍这本。这自然法里面，上帝的法律也可以这样说，很多，为什么美国也这么强，欧洲也这么强，就是他们都有，大部分人都做基督徒。那么圣经里面的教示，包括以色列，为什么你看以色列，他的国家世国，为什么他会这么强，他们就是都照圣经的启示、驾驶在做代志，包括美国总统选了总统，伊要就职，嘛爱一支手压伫圣经啊来宣誓就职，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伊要依照圣经里面的教训，好、哦，迄、那个所内底所一定互伊启示的一挂智慧来统治这个国家。好、哦，你看美国是做全世界上强的国家，以色列遐些国家。周边拢都是伊斯兰回教徒，因规个联合国要甲拍，拍无在掉伊，人口拍万尔呢。哦，啊回教徒遐两三亿个人呢，哦，所以这个原来会当予咱大家一个启示，全世界会使讲最畅销的一本册，咱无去读着，该可惜。哦，无论你要甲信唔甲信，但是起码你读，你一定会有一挂收获。哦，你的作个观念会改变，哦，包括平平，譬如讲，一个以色列的人，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吼，被逼流亡走去伫中国，啊，所生落来，因个女孩子嫁中国翁，但是伫毛泽东的时代，又受尽苦楚，吼，那么后来伊因翁甲伊离婚。但是伊即马登到以色列，伊囡仔暂时甲
嫁伫中国，伊先等于以色列，伊才发现讲，伊伫中国所受的儒家思想，含犹太教所教落来思想完全无共款，所以伊想着把观音赚了一寡钱，去甲因个囡仔接来以色列，叫迄囡仔无拢也无阶段吼，拢十二岁啦，十三岁、十五岁安尼，但是来到以色列。这个妈妈伊是咧做个呐，像个春卷迄款的吼，伫路边摊咧摆路边摊呢。但是你看，以色列其他妈妈看，因这囡仔三个囡仔去读册下课回来，拢坐到因妈妈边啊吼，咧等因妈妈要款物件好食。但是以色列妈妈，其他妈妈吼，原地就伫以色列出去，甲指责。啊，你个囡仔拢遐大汉啊！那你家己一个人无闲，甲阿姨三个囡仔住咧，用先生咧等要你款出来物件，互你食。伫安尼情下，伊开始遐囡仔有听着讲，吼，伊讲伫阮以色列，遮囡仔，我那差不多十岁以上，阮厝内伊要食物件，伊爱等于爱开始付费。所以遮囡仔家己有来想讲安尼，妈妈。你有咧卖迄个春卷吼？你給我十个，我来下下我卖好，阮遐同学讲，阮这有中国特色的物件，你毋捌食过。啊，伊迄三囡仔真正开始咧卖遮物件，所以卖钱赚当啊，会当维持伊家庭的开销吼，各有春啊，各有家己的学费吼。所以以色列就是讲，囡仔只要你若到十岁以上。你得要开始学习独立，学习赚钱。赚钱的目的就是要先维持你家己的生活必须。独立的就这开始的，所以以色列人真早拢独立啊。你看，因的囡仔大家拢爱做兵，但是你看，二十二岁的囡仔做排长，会当带几啊十个，伫个边界会当领导。二十二岁，咱即摆囡仔二十二岁，有要咧读大学哈，大学四年级。那么今天的公告位置就是说，不忙说台湾将来我们的国际地位正常化，我们跟台湾地位未定，是怎么未定？就是韩战爆发1950年6月25日，南北韩战争发动，杜鲁门在两天后，在1950年6月27日发布台湾海峡中立化，好，台湾地位未定，为遐到今嘛还没有台湾地位还没有定下来，所以咱今仔我定这个标题嘛，是讲希望咱台湾的国际地位要赶紧定落来，好，台湾地位正常化。啊，为即句话你嘛会当看到讲，表示咱家阵也袂正常，因为拢国民党这个小鬼啊，卡甲咱弟弟咱身躯顶，哈。这个小鬼的脚若无甲提掉，无甲赶走，国民党你若无甲赶返因中国，去问妈祖也好，还是因中国本土，哈、哦，这个小鬼的脚无提掉，啊，今嘛嘛利用一句话，国民党无倒，台湾袂好，对不？啊，所以咱今仔来讲另外政体，哈、哦，首先咱来先了解。法律上，台湾近代主权地位变化，咱来做一个简单的小解。啊，第1895年，日本天皇是因为下关条约，为大清皇帝出的台湾甲平湖，这是国际条约，下关条约，唔是国民党因个教我甲咱教讲，日本窃据台湾，无哦，人是合法依据下关条约摕到台湾甲平湖的。唔是甲你偷客，马关是中国人的讲法，咱是大日本国的日本台湾人，所以咱拢讲下关条约，因为所有伫对签合约，拢伫迄个所在地名，哦，伫旧金山签，哦，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日本甲蒙古的和平条约，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好，
那么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天，伫美国强烈主导之下，较要求日本爱跟中华民国签，签一个台北合约。中华民国无去签旧金山和平条约，伊无签哦，哈。阿强也嘛无资格去签，哈。所以伫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伫1952年4月2日先后迄一天，较签在台北签一个台北合约。啊，台北合约在签了，爱到差不多4个月后诶，8月7日较先后，哈。好来，但是日本伫1945年。又美国甲天皇两主团吼，8月15日，日本天皇赶紧宣布投降，因为迄阵日本天皇情报也无介清楚，唔知影讲美国牵制能力是啥物，遮厉害的物件，一届死几啊十万人。啊，天皇烦恼讲，哦，啊，当美国唔知影个几粒呢吼，啊，那还佫有20粒来搞牵我大和民族的灭你啊呢，所以赶紧宣布无条件投降。其实美国干那迄两点尔，吼、哦，好，啊，所以日本天皇投降了，一直爱拖来到1952年，吼、哦，4月28日，日本政府才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台湾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啊、哦，这头拄秘书长有讲，哦，伊说放弃的，权利啦，哈、哦，干咩啊，名利甲请求权，哈、哦，宣有权，但是台湾。甲平和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的手里，无办过户嘛？伊是放弃管辖治理权呀？这类似啥？比如你有一家地土地，啊，你放伫遐了发草，啊，我来甲你租，一年要10万，啊，我来甲你租5年，50万，吼、哦，咱两个请大师吼写合约书，签了我钱交予你，为东港生效。就是你对迄刚开始放弃5年，迄块土地地上管辖治理权，我潘良华甲你租，我要在顶边种金蕉、种山药、种往来，就在我种，哦，你袂使甲我管。但是5年到，我甲你租这个中间无办过户嘛，所以名还佫你个啊。5年到，你若无爱租我，哦，你就收回地上管辖权。啊，即个名我甲你做个中啊，你放弃这个土地地上管辖权，安尼知无？类似这个意思。日本政府敢若放弃地上管辖权，日本政府袂使过来管台湾，哈、哦？是即马美国委托中华民国蒋介石哈来管台湾哈、哦。啊，目前台湾还佫伫主要占领权国美国军事占领中，即马依照台湾关系法委托。由台湾伫咧东局，就较早个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伫1979年1月7日，美国开始断交，啊，美国赶紧设立台湾关系法，啊，台湾关系法内底，干来讲讲台湾治理当局，袂使阁讲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去啊嘛，啊，美国也开始断交啊，吼，或者即三条你基本爱先甲记起，知影是安尼，吼，好。那么台湾有足侪问题，爱一人一人来个了解吼。首先上条上重要，咱来先知影讲咱是啥物人。有个人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人，讲啊咱中国人啊惨啊，那听了一句我就知影讲啊这头壳歹，这爱头壳破开细细啊，救看会转来未？咱来知影讲，咱是啥物款的族群的人。好来，台湾初步甲分做两种人啦，哈，两个族群啦，毋是两种人。一个就是这个土黄色，吼，中央山脉以东呢，叫做高沙族，吼，啊，以前啊讲山地原住民，吼，啊尾啊改做，山地较早叫做山地同胞，啊，即马改做原住民啦，哈。那么因有14族，啊，即马中华民国内政部有承认的哈。那么其实西部这个浅绿色的这个叫做平埔族，哦，这种住伫较平地哈，所以叫做平埔族。咱平埔族，哦，上少嘛有10族哈，较有名啊，较细族的咱真无讲啦哈。来，咱来看这10族伫底哈。
宜兰这有一个克马兰族，对吧？好，那么台北地区这有一个凯达格兰族，这个总统府头前哈，本来的介寿路阿扁也选到总统了，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哦，所以即马那要抗议就是拢去底下哈，啊，这一个纪念台北地区的凯达格兰族。好来，那么桃竹苗地区这有一个道卡斯族哈。那么中部这有三个族，伫苗栗啦、台中、彰化、南投，哦，这有三族，有一个帕布拉哈，啊，一个马布萨哈，啊，一个帕布拉、马布萨，搁一个帕寨哈、帕寨哈，这三族伫这咧活动。那么分林甲嘉义，这有一个红安雅族哈，这分林甲嘉义。那么这有一族，台南这族是平埔族上大族的，叫做西拉雅族哈，西拉雅。那么其实西拉雅也佫有两个支族啦哈，一个是高滨地区的马卡道族，啊一个就是2009年莫拉克风灾又灭村那个小林村，那个叫做大满族哈。啊，我是存款不足，不满足的哈。其实马卡道族足少人在讲，你看连这张图顶完也无写哈，啊我甲加去。这个马卡道族哈，我本身就是马卡道族的后裔哈，但是阮马卡道族的血已经失传了，但是有留两句啦。一个就是高雄的地名的来源，阮的族叫做塔靠哈，塔靠哈，马靠啦哈，马靠。马卡道族，那么我呢有一个话，人问我，啊，恁家叫什么地名？我讲塔靠，塔靠有无？塔靠就是，我呢讲，因为阮的祖先拢伫阮大所在边啊建筑的砌地，哎，砌地有啥物种？阮所有的要用的家具拢用得着，要做哪？要做椅啊？要做桌打？要做桌啊？平常拢用地啊做。包括厝嘛，这个用的，好、哦。哎、啊，外来问讲这什么地名？哦，竹子很多的地方，好、哦，叫做塔靠。啊，那么日本人来台湾，先后会把塔靠这个所在改名改做高雄，就是日本的发音啦，塔靠就是高雄的意思。好、哦，塔靠翻日本原来有句话叫做塔靠，就是高雄，所以应该塔靠能改做高雄。高雄的地名是安尼来，那么马卡道族谢长廷来做高雄市长哈，了为着要纪念阮马卡道族，有伫这个纵贯铁路的边啊哈，这火车嘛哈，边啊开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来纪念阮的阮这族哈。啊，这个名呢，这个马卡道族，你若要记，我跟你讲，你一定做好记的。你啊记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火车来弄来包死，安尼你会记吼，我就是马卡道族的，好、哦，安尼知啦吼、哦、，OK， 所以你若唔知讲你是对一族的吼、哦，你有时会认错做老爸。即马台湾人，吼、哦，2300万，这个300万，甲算纯的中国人，剩的拢咱本土的台湾人。这2000万人内底有一半，1000万人，迄个中国人洗脑，这个讲以为咱中国变中国人，好、哦，啊，所以咱选举也选出人，人因1300万，咱1000万，所以咱啊总统大选，咱大部分拢会选输，哈、哦，就是你唔知影家己新闻，哈、哦，因为迄阵战败，拄战败吼，日本天皇拄啊全部投降，啊，中国军。由于这个麦克阿瑟将军用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蒋介石派伊个部队来代替美军占领台湾，把日本军的武器拢收起来。啊，迄阵咱台湾人戆戆啊，啊，我来惊，哇！即马中国军啊来，咱台湾人唔知佫台安怎，都开始惊，哇！啊，因宣传部足厉害，甲你宣布。所有的台湾同胞
都已经回归祖国的怀抱。哦，大家听了，本来都未笑的，咱是战败者，啊，咱若回归去祖国的怀抱，哎，咱当然是战胜国这边，大家嘛徛过来战胜国这边，上要带迄边迄个战败，啊，这讲也是讲无志气，干那要冒赢，啊，就是安尼，咱到今仔日，咱的才参加这拢未翻身，就是大家直接读到又乱去啊，未记讲。咱是已经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啦，哈。过来，你是不是平埔族？我头拄仔咧讲这个平埔族哈，你莫以你即马带你队，就是叫你，就把这个族群导给你，安尼袂准哦。你可能来问家你的阿公的阿公，哦，祖公，嘛祖太。差不多清朝迄时阵，因为清朝迄阵吼，清朝无啥咧管台湾，无啥建设。清朝管台湾212年哦，无在条为家人开一条路开来到屏东。所以若有大个河流吼，各边溪两边看到可能断十里啊。哦，啊那迄个落水溪双边就搁断十里啊，所以无啥咧来往。所以这边花甲迄边花可能就无工作啊，讲话就。未通啊，吼，话语无同。你爱问较早，吼，啊，若即马通啊，大家搬来搬去，吼，来问到恁祖妈，哈，阿妈的阿妈，祖妈，哈，啊，对我讲了，对我了，会想了，我拢会想了讲，伊女孩子嘛，真好打呢。我伫罗宁看两三届，有人女孩子后壁穿个 T 恤，哈，后壁写恁祖妈台湾人，捌听捌看过。啊！但是我唔捌看到查甫穿只只讲林祖公台湾人，唔捌有看到只林祖嘛台湾人。嘿，你若去参加抗议游行，吼，你就会看到。好，过来是要来看讲咱是平埔族，咱大部分拢85%拢是平埔族的后代，吼，较济。啊，是毋是平埔族有一个特征，就是你家你的手弯开，你才有一个凹痕。啊，你若手撑开。有的你倒手，有的正手，吼，有凹痕的就是啊。啊，但是你若有较项链吼，可能会肩胛无看到痕咯，吼。啊，另外就是你的脚掌甲尾掌吼，脑鼻损的，还有那是这样来特征。啊，过来就是轮廓，吼，较深的，吼。啊，过来就是看有的双眼皮，这样来特征之一。过来，就是皮肤像我这吼，安尼含了有较超会打11分色的咧，吼，这原来是，因咱是南岛语系的人拢较乌吼，伊用这特征，啊，过来有一挂风俗习惯，啊，比如讲，你厝里若办啥物喜事，无久坐大位。然后这款风俗的，吼，无故那坐大位，迄种那平埔族的这个习俗，啊，过来富人人你呐，生囡仔做满月，做月来时，食麻油鸡酒，哦，这款那是哈，介济啦哈，啊，过来那嫁娶用槟榔做迄个交际的迄个礼品哈，迄种那是啦哈。来，咱过来检讨讲，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啊，这有几个原因，就是1952年日华台北合约，吼，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一天所签的，但是爱到4个月后的8月7日，吼，迄个条约，吼，第10条所讲的，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甲澎湖。所已经实行或将来可能实行的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及一切台湾甲澎湖的居民，甲前属台湾甲澎湖的居民，甲伊的后裔，怪奇怪。这也是台湾朋友，啊，这也台湾朋友，啊，再过一个即前属台湾朋友之居民及其后裔，你有感觉奇怪？尤其这句。市委，你会记马英九做台北市长，伊讲
甲遐高山原住民讲，我把你们当人看，好无？我把你们当人看，即句话其实伊心内，你毋是人，我暂时甲你当作人看，哈、哦。伊个心态是安尼，讲我还要把你们再教育，有无？啊，即句就同款嘛，伊甲咱当作咱是中华民国个国民，啊，其实咱毋是，咱是大日本国，哈、哦。啊，讲遐济，即下台湾朋友，即台湾，佮签署台湾朋友，即、這个签署的啥物？就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一天，迄阵外国军队、外国人拢还袂入来。迄一天要带伫台湾的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哦，就是居民，支持好伊，包括伊所生传落来即个人，咱，吼、哦，拢总许被视为中华民国。国民啊，咱底下啊，所以咱会摕中华民国身份证依据哈，正确的依据是为这呢。啊，其实因个较早，1946年1月12日，因用行政命令哈，甲咱讲啊，所有的台湾甲平和人拢总回归中华民国的国籍，安尼，咱拢变作中国人。啊，这违反国际法，哈、哦！你是代理来占领，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嘛袂使移民入来，嘛袂使改变伊个国籍，嘛袂使改变伊个语言，伊拢甲咱做。咱本来讲日语较代语嘛，但伊来，我叫咱来讲中华民国北京语，哦，这改变语言，这嘛是违反、哦、国际法。啊、那么是讲咱台湾人无国籍，头拄啊，迄个是摕着中华民国的国民的迄个资格，吼、哦，啊有嘛会当定用啊，摕着中华民国国籍。但是尾啊，咱在迄个美国，哦，咱2006年10月20日，咱林志升秘书长带228个人去告美国，啊，先啊，因个联邦的联法院甲咱判讲台湾人无国籍，我、哦、咱来看。这就是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日本建交，啊，等于跟伫台湾这中华民国断交，啊，断交头拄啊所签的台北合约就失效呀，哈、哦。这个跟中华民国签迄个台北合约失效，所以咱中华民国国籍也无去，而且1952年年初，伫旧金山和平条约还袂生效进行，日本政府就因个法院，甲咱台湾人个日本国个国籍也取消掉，啊，所以日本籍也无个，中华民国国籍也无，所以美国联邦个电话呢判咱台湾人无国籍，就是为遮来，哈。啊，那么台湾人遣造国籍伫底，要安怎恢复？其实咱个遣造国籍就是。大日本国国籍，哈、哦，咱是大日本国的台湾人。那么变哪恢复？来依照琉球反弹模式，琉球当时由美国占领，哈、哦，1945年4月7日，尼米兹上将，哈、哦，这太平洋海军总司令，伊率领伊航空母舰战斗群跳过台湾，跳就是跳岛战术，菲律宾退了了，跳过台湾，因为知影台湾迄阵，咱日本。皇军为中国的东北，迄、那个关东军常用的两个师，拢调入来台湾。啊，所以美国评估讲，安尼卖拍台湾这块这大地，若要拍台湾，爱死足侪美军，就跳过台湾去拍琉球，去较细地吼。那么琉球迄个美国占领落来了，琉球人伫迄个时阵定义是日本的境外。受人控制，受外国控制，所以琉球人若要去东京做生意，还是要遐读册，等于想要出国，爱去向美国军政府的琉球民政府申请旅行证件，就是护照的意思，哈、哦，爱申请迄个才会当离开琉球，去到日本的东京，还是去四地大岛。琉球当时等于是日本的境外，国外了对吧？哈、哦。
啊，那么但是琉球到1969年，好、哦，迄阵琉球人一直要求要回归日本，所以日本政府我有听到这声音，所以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协商，讲我爱赔你偌济钱，你卡要甲琉球还我。迄阵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所以这条钱，啊，迄阵日本已经建政府赚到钱啊，吼，因算重建好啊，开始日本做物件削过好用，所以有赚到钱，所以甲这条钱，啊，迄差不多41年前，甲这条钱交了，所以因跟美国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一直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准甲琉球。包括钓鱼台拢献予日本，吼、哦，啊，献予日本了，即个琉球人自然等于到日本的国籍，吼、哦，就找倒来。啊，咱就要依照这个模式，咱爱要求咱的美国、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讲看咱那个赔偌济战争债，即个钱爱赔美国，先爱赔。啊，你发动太平洋战争去奇袭珍珠港。啊！战争这四年中间，你讲用神龙特工队把航空母舰做者船只拢讲炸沉去，飞行机刚拍来，美军嘛死足者，美国大兵嘛死足者，啊！这敢免赔？咱甲他开车就好啊，咱无说就有些度孤，啊！是对了想法，头前紧急刹车，咱无小心刚弄嘞，后壁弄头前爱赔无？对，意外。何况讲你是故意去甲弄的，刚弄歹车，一定爱赔嘛。日本去奇袭珍珠港，哦，这是故意要咁拍的，你家己先发动的，啊，你即马互拍败，当然你爱赔啊。啊，当时就是，甲台湾甲朋友底下伫美国手里啦，你等日本有钱，爱摕钱来赔嘛。那么国际有分属地主义跟属人主义，哈，啊，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后面的国家，较先进的国家拢是属地主义，就是讲，这个人，啊，这个富人人，伫这个国家的国土生落来囡仔，还是伫迄个国家的无人机顶，还是船啊顶管所生落来囡仔，自然摕到迄个国家的国籍，啊，比如你伫美国无人机顶生落，你的囡仔就是美国籍。啊，属地主义，这个好处就是讲，这个囡仔大汉，伊会自然疼惜这个土地，会爱护这个土地，袂去做这个污染的行业来污染土地啦、啊水源啦、啊、空气，袂，会爱做爱这个国家哈。啊，属人主义就较歹啊，这东方受的儒家思想啊，或者父权思想。这个爸爸无论伊移民衰到底生落，拢讲，嘛拢嘛要咧讲因中国人，拢讲华裔的哈，未深入，未迄个融入当地的社会，所以现在有华人的所在，就会产生排华运动啊。美国旧金山排华，洛杉矶也排华，印尼排华，马来西亚排华，就是其实因的儒家思想哦。讲一套做一套啦，啊！那因中国人拢集中伫一个所在，叫做 China Town 唐人区，有无？唐人街，啊！迄个所在就是迄个国家、迄个都市内底上治安上歹，吼、哦，啊上落后、上太过的所在，吼、哦。因厝内拢改整齐，啊，本子拢等伫外口安尼，啊，所以儒家思想做歹，吼、哦。伊咧讲啥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无？君君哦，因拢做君，啊，咱拢做臣，臣，咱拢做臣，啊，就爱甲服侍。啊，父父子子，伊拢做老爸，咱拢做囝，咱拢做囝，钱互老爸开。哦，你讲，你嘛是咪中国官伫台湾？正个官员拢中国人，啊，富个哦，就自过去到即嘛，最近有较好啊吼。民进党有做过两任个总统吼。陈水扁捌做过两任了，哦，即款情形有较好啊，有叫一寡吹台青吼，台湾人去做正，无以前拢嘛，主管拢嘛中国人，连迄
毋捌坐过火车，嘛来咧伫台湾咧做铁路局个副局长，啊，毋捌换过糖厂，毋捌看做甘蔗个吼，咧做蔗糖火车迄个厂长吼，糖厂，甚至有甲派去台南有一个咸水无，盐水制糖厂，哎，中国人去遐。门口看着讲，哦，这日本鬼子真厉害，可以用盐水制糖，盐水制糖厂，哦，讲咸水也当做糖，好厉害哈，那、哦、都搞不清楚状况，还是地名，啊，嘛有迄糖厂的厂长唔捌见过甘蔗，啊，逐工在办公室无聊，讲出来巡。看人安怎种甘蔗，啊，其实种甘蔗拄开始，知影爱下多高低，爱是干咩啊？因为伊印象，甘蔗拢种伫个林顶嘛，悬悬的所在有无？一零一零哦，拢种伫悬悬。啊，第一个种爱种伫高低上，哎，好淹水嘛。你甘蔗若无淹水，袂发根嘛。淹水了发根了，开始崩伊，较开始泥土相边砍下来。发觉就变成零点啊！哎，唔知啊，去就扯干胶，讲你们怎么乱种乌白种啊？再种伫高底，那也无种伫零点。伊唔知讲后日啊，背土砍开，等迄个影啊剥出来，上面砍土，哦，要用牛犁还是不要用机械？较早嘛用牛犁，嘿。啊，所以中国人唔捌讲唔捌坐过火车来做铁路局副局长哈。来，这个呢就重点，咱的系统到底是啥？咱来先了解一下哈。咱是领导语序哈，咱是领导民主。有一句话讲，有长山讲无长山嘛。这句话拄听是，哎，敢那对哈？其实我不要想想，唔对啦。无长山讲，那有嘛就输啦尔啦。等下我讲，啊，无长山嘛，这句是对无唔对？因为登山的来，无带女孩子来，无带婆来，因为较早清朝海禁，哈、哦，所以哪有来到台湾呢？要一定拢就地取材，带咱平埔族还是高山族的，好、哦、做某，啊，唔靠阿妈，哈、哦，所以敢那有登山阿公，无登山阿妈，带的是拢咱本土的阿妈，哈、哦。但是这句话唔对，就是我尾啊，想想。啊，是咱台湾阿公拢死了啊，干那登山尔，好、哦，其实唔是啦。等过来看，阿公哪来台湾？十个来，六个爱死，平均啦吼，三个回头。但是你考虑哦，我认为讲这三个留落来，爱够死。现在六个爱死。是伫台湾海峡顶悬，吼，因为台湾海峡讲叫做乌水沟，足颤流的，吼，尤其东北季风，差不多九月、十月过开始。啊，较早船细只，清朝迄阵的钱，船细只。清朝海禁的原因就是讲，清朝甲郑成功消灭了，甲郑成功的俘虏拢掠了，搁送登去大清，吼。啊，伊不爱乎你留在遮，嘛不爱你移民过来遮。连江要阁反清复明，啊，伊就阁爱派兵来甲你拍，麻烦。海禁，中国人拢，台清的人拢袂使阁来台湾，干那然后派官入的，官才会当来。迄官嘛，干那会当家己来，带几个啊，哦，你是也随从安尼。因某囝拢爱底下在台清那边，惊你作乱啊。甚至干那派来盖一盖三年，一任三年都要阁等伊啊，哈。啊，是安那边军爱死六个，就是迄船啊细只，风浪也较大，规只船变，规船的人淹死，所以边军爱死六个，啊四个起来，三人头，啊遐起来了，船啊迄阵拢会招阵互相照顾，然后变过赶紧看会当去走来边迄只船啊，甲救起，所以可能拢三只五只安尼做伙过来。但是，因即马若起来上岸了，有诶伫半中途判未死啊！迄
因路吼有诶，敢若吐吐甲袂食，吐吐有卵子，吐也是漏屎吐水，所以旧诶拢伫船顶，还袂到台湾就死啊。啊，所以因起来第一个动作呐，爱先甲只死去爱就地掩埋。啊，这边带带来就问迄边，啊恁台湾袂？啊，即嘛问这边，啊恁台湾袂？台湾的苗有遮来？你埋完了没有啊？埋冤之地啊！你台湾没啊？好，后来即马讲这三个老了，会死未死？咱过来看后壁。1874年牡丹社事件，哈、哦，这个事件就是琉球的哦，宫古岛渔民拄着风台，哈、哦，啊发生产乱，为这个东海岸避开。啊，可能跟当地的南台湾族哈、啊、发生个误会，啊有50几个迄个台死，啊12个，和这个平埔族的这个部落的人，甲护送去凤山府城，啊甲转送等于日本。日本的外交部门就向台清抗议，讲啊恁的台湾人吼，那台湾日本人。台清甲回批，迄访辽语哦，用白话讲，为番外之地啊，哦，化外之地，非我大清所管辖呐。啊，日本就讲，啊那安尼，我要起兵来甲讨伐。台清佫甲回批讲，伐由贵国制裁之。啊，当然，啊，迄阵日本都明治维新哈，啊有去澳洲混。有一挂陆军作战的技术，啊，都要利用这個时间，吼、哦，来操兵，所以就派3000名为车城，吼、哦，屏东的车城沿海遐有一个叫做下寮的所在登陆去。但起来，当然因为正规军一定拍赢，但就是日时啊拍赢，暗时啊拢拍输，因为咱的高沙的这个南台湾族。做个丛林战、甲游击战，吼、哦！啊，所以呐，暗时啊，因原住民哦，来无影去无踪，安尼，你无敢若听到一个，你瞬间你暗过来用站伊啊，吼、哦！啊，所以因拢敢若白天去拍到一个钟头，甲遐放回收了，趁太阳还没有下山，爱赶紧撤出等啊。所以原来算惨胜啦，拍赢原来是惨胜。但是，底下都对立足久诶，到尾2个月，结果日本军因为住伫寒带诶所在，来到遮热，产生热病吼、哦，比如讲，干那迄个蚊仔叮，着登革热，迄阵登革热无药啊，吼天高热啊，迄个死啊，啊过来水土不服来遮食，因为我日本无看到蚊仔，无看到蝴蝇诶，我去几啊抓安尼吼，我倒去6抓。7抓，我毋捌看到蝴蝇，毋捌看到蚊。过来台湾，咱蝴蝇蚊啊一堆。嘿，你的食物若迄个蝴蝇沾过，迄拢做着困啊。日本人、日本兵食了，拢漏屎，漏屎脱水死。吼、哦，所以啊蛇咬着也死，啊水土不服着，可雷拉着，马拉利亚什么哦一堆，一堆热病啊。日本有军医随队来，嘛是无法哩，所以。修建的建死的死50-60个，破病死的死50-60个。啊，你甲想，日本正规军佮有军医来，啊，咱这因所谓登山工，3个留落来，只上加活一个。所以平均应该10个来，差不多剩一个有留伫台湾活的呢。啊，因来一个人来，无啊无娶某来，啊无甚物财产，所以来到遮第一个代志。有工做工，无工做乞食。啊，暗时啊要困底，困庙宇，啊庙啊个壁拢有画18罗汉，对无？18罗汉，拢困伫个罗汉下骹，所以方叫做罗汉骹，就是乞食意思嘛。哦，罗汉骹，你有定有听人讲讲罗汉骹无？就是咧讲只个唐山来只阿公。啊，迄阵咱你会记咱个？平埔族是母系社会哦，
母系社会是妈妈上大，规个厝等于是家长啊，伊咧发到整个家庭的事务拢伊咧掌管。啊，你去，咱有讲一句话，牵手，好吧？过去我拢继续讲，牵手是咱查甫去牵查甫的手，唔是的，牵手是查甫的去牵查甫的手。啊，你有听过一句话叫招翁无？咱唔捌听到讲招。就招某嘛，拢嘛娶某，招翁有无？就是这个女孩子较主动，伊迄个社会地位女孩子较悬嘛。哎，看这个缘投啊送，啊体格也袂歹，哎，牵伊的手，招伊转来做阮翁，对无？啊，你啊想，咱台湾的女孩子敢会去招这个乞这个流浪卡，真困难嘛？啊！我母系社会，我财产也伫我手里，发号施令的施令，发号权，哎，命令权也伫我手里。除非讲要带这个长大公登来牵你的手，吼、哦，就伊登来做咱阮翁，就是讲老娘有钱，我干那欠一个烟头送尔。啊，这个看着袂歹，吼、哦，甲带登来，先顾甲洗洗嘞，甲打理，好穿较好的新的衫裤，人模人样啊。我就欠一个烟斗上咧，吼，甲招伊转来做伊个翁安尼，吼，招牵手招伊做翁，吼，招翁。啊，你个想，母系社会阵权威真大，啊，招这个翁转来，吼，哎，弃婴，敢袂使讲弃婴啊，咩个，都，那两个月后也是偌久啊，根本嘛无介好做工过吼。安尼，等下透早，迄个男孩子来处理哈。这个母系社会，这个女孩子一定把伊这个查甫的家当收收嘞，用草席啊，还是被单，甲包包的，甲下端门口。那么，因这个翁那回来看了讲，伊的家当从蛋店门口，伊就知影讲他被休夫了。伊就爱点毛了，哎，这佮走去看伊困那个别物啊。所以迄阵的女孩子真正进入权威哈。好，那么这暂时就这，因为我时间无够，我这爱三点钟啊，我剩两点钟，今仔日我拿两点钟咧哈。好，咱来看，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保存本土台湾人有85%的原住民的血统。我改用原住民，莫用原住民。原住民的意思是啥？咱是原来这块土地主人啊，吼、哦，啊，剩个外来是后壁来的，咱是原来这块土地主人，吼、哦嗯。好，咱来看讲，战败国荷兰上第一届咱台湾被入侵，哈、哦，被占领安平地区，哈、哦，南部遐，哈、哦，结果荷兰人尾仔又郑成功甲赶走，所以荷兰人留落来基因作对，好、哦，日王朝。安平完了二十几年，就迄个大清，因为施琅叛变，哈、哦，所以政治王朝又消灭你，哈、哦，政治王朝的人，台死的台死，台无死的讲掠来去掠等于大清，哈、哦，伊不要让你老大家去作乱。好，那么大清帝国只要有战争败，好、哦，迄个日本大日本帝国打败，大清帝国。看大日本帝国下关条约时，有一条，限两年，予你做思考期。你大清的人民，大清的国家的人民，伫遮吼，伫中国遐来的吼，大清遐来的，予你两年的时间，因有移民来遮做生意，予你两年做思考期，两年满，两年来你若无满意，你会当变卖家产，等于恁大清。啊，若无你留落来，两年末，你就是做我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好，所以大清迄阵，日本来清查了，迄阵才有要有八千几个留伫遮咧做生意。好，所以八千几哎，但迄阵咱差不多300万人，哦，咱本土台湾人300万，八千几个卖甲讲，甲算100万，拄啊，嘛甲算1万，拄啊300比1，300个本土台湾人，靠一个大清。中国人，好，好。那么大日本帝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书，哈，伊嘛许美国也代理中华民国，甲迄当时战后迄阵1945年日本伫台湾迄阵，差不多要40万人吼，30几万要40万呢，日本派来伫遮咧管台湾的军公教人员，包括伊的眷属，哈，遐人拢许遣送倒去，所以大日本国留落来基因嘛少，哈，因为大和民族的基因留伫台湾少，哈，所以为安尼甲看开，所有的外来政权伫遮迄种赶走的，留基因拢少，哈，所以咱了个85%原住民，这个包括哥沙，包括平埔的，哈，所以你若唔相信，你即马电脑咧验这 DNA 足紧的。你北部你会当去马偕医院，林玛丽医师哈，伊专门咧研究咱本土台湾人的基因。你许抽血，还是用迄个唾液，会当甲你验 DNA。啊，南部会当去高医哈。OK。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根本那会封做甲地乌哈。啊，这就是中国人来了，惊咱知影咱的身份地位身世。日本人要管台湾，足认真。伊来就先爱了解咱遮族群，啊，咱的语言是啥，生活习惯，吼、哦，就关调查，都拢在调查。调查好了，才开始拟定施政方针，吼、哦。迄阵大清无甲咱做户口填本，日本人来了，才开始做的，吼、哦。啊，即嘛，日本等于了，中国人来了，发现遮是咱的。密码，哦，关于把这种呼掉啊，其实这是什么？可比讲陶朱苗家，家人大部分拢讲客家话，哈、哦，啊，其实客家话已经嘛，在一个日本的统治，跟你讲，你写，跟你写广，啊，你莫继续讲你是广东来，唔对嘛？迄就是你是陶朱苗家道卡斯族。你已经未记恁个道卡斯族的族语，你剩个用通话，干来要讲客家话，吼、哦，伊甲你写广。那么你若还佫会晓讲你道卡斯族的语言，吼、哦，你族的语言，你若还会晓讲，那么伊会甲你写一个番，吼、哦，生番。好，啊，那么若像阮屏东台南遮平埔族。差不多大部分拢原来忘记家己的主语啊，哈、哦，剩下讲闽南语、福建的闽南语，哈、哦，啊日本人的登记就给登记做福，啊你们会就是讲你是福建来，迄是你忘记你的西拉雅族语言，还是马卡道族的语言，所以干那剩下讲台语，安尼伊给你写福，无代表讲你是福建遐来，唔是，哈、哦，好，啊你呐，哥说哎。各所拢开，因即摆去九族还是十四族，大部分拢要有语言要留咧，拢要讲，所以甲你写生番。啊，若像阮，若总共会晓讲西拉雅族，伊甲你写熟番。哦，所以咱方叫番各分青甲色个。好、哦，中国人就惊讲咱的身份啊，咱是在地啊。所以不要你知影，拢甲你忽悠掉，哈！啊，讲我们祖国怀抱，拢当个变中国人，安尼讲，好，好。来，咱来看今年2月25，哈，这台南市的，啊，被要求撤销户籍住居所，南市政府斥内政部管太多，内政部只要你的较早的户籍成本内底哪有些做的哦。伊就拢甲你连这所拢甲你呼掉去，哈、哦！啊，其实日本时代所番，哈、哦，就是本土台湾人的对啦，哈、哦。迄阵荷兰时代，哈、哦，台湾最早期最重要原住民，哈、哦，过去还用罗马拼音书写希腊雅语来与汉人订契约，希腊雅语台南哈、哦、安平，哈、哦，任有一条这新港文书，哈、哦，希腊雅多年来发起证明运动。判能获政府认可，列为法定原住民。足久啊，吼、
当内政部中华民国内政部拢无爱，无被承认，什么原因？我积足太大做了，要几百万人，吼、哦！这里若承认落，啊，原住民族所编的预算都遐个尔，即摆佫加百几万人，你要分，佫煞个吼，佮你除草，吼、哦！啊，其实说翻一指平埔族了哈，而且、啊、作为个人的自我认同哈、哦，在台南市之后，高雄市、屏东县马祥应这个方。台南市因为市议会有通过，西拉雅族就是原住民的民族哈，但是内政部也无承认怎样哈。好，好，过来，咱来就讲中华军政府，要就甲咱台湾人治理的服服帖帖，哈。第一，利用二二八事件屠杀原因，蒋经国，他才是。伊去莫斯科啊，学共产主义啊，啊学这个情报做情报头子。那么伊来台，首先就派伊个情报系统个人来台湾各乡镇区搜查地方个士绅啊高人列册，然后利用二八事件发生个时，哎精英拢甲抬掉去，掠去抬掉。差不多三万人，这三万人是日本政府开五十年才训练出来的精英，安尼有有计划甲多少？因为伊知影讲，这些人若无抬掉，我来台湾我管袂掉。好，你若要抗暴，第一爱有人才嘛，吼，先甲人才抬掉。第二，要抗暴嘛爱有钱，爱伊甲你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好，搞垮金融就是。用四万给你换一块，像台生还没四万换一块进前，伊一直印钱，一直印，无限制印。用这个保温瓶要三百块，伊就用伊的纸给你换，用纸一直给你换你所有物件，糖、油、米、盐拢给你换。你讲偌济钱，伊拢印给你，无要紧。所以台湾人到迄阵买啊，出来一堆钱。啊，无，家己卖甲无物件，干那剩一堆钱。啊，伊即马较开始家己用四万换一块，啊，你遐钱都变拢无效呀。你若总共有四千万，四万换一块，你拄啊剩一千块，吼、哦，啊，一千块连慢慢开了，吼、哦。啊，迄阵我们无欠伊哦，咱是鱼米之乡，吼、哦。日本人来起这个乌山头水库了，云嘉南地区会当。一年三收，能稻米一个杂粮，好、哦。啊，你也想伫这个情形下，咱迄阵台湾人拢食番薯签，哦，我番薯签嘛食足济。啊，迄阵佫拢无啥物药啊，通去防止卖药糖加，迄糖加过，迄番薯拢臭的，臭的巴肚枵嘛一只，吼、哦，较忍耐嘛一只。阮迄阵。阮爸爸妈妈布的稻啊，呐，采收，得拍啊打打去交农会，啊，伊那迄个老啊吼，中国边啊拢食食白米，啊，阮大厝咧食番薯尖，我若要食当白饭足困难，得爱阮的阿姨，吼、哦，得阮妈妈迄边的人有来，吼、哦，阮外公有来，靠煮白饭，啊，亲戚朋友来相催安尼，啊，白米足少个啊。拢下伫顶悬，啊，亲戚朋友食饱了，下骹剩番薯签，我嘛是搁食番薯签，啊，就留几下饭米吼，黏伫顶边吼，加减芹吼，迄白米特别香。第二种啊，台湾人，这个有钱人，吼、哦，这生意人拢迄四百万一块，拢差不多无钱呀。过来大地主，甲你变作小地主。大地主嘛是地方的高人吼，化水的奸党吼，要化人出来抗暴嘛有。伊即马甲你用三七五减资吼，耕者有其田，甲大地变小地主，安尼了。有钱人甲你变好，无钱，遐生意人变无钱，地主嘛甲你变小地主，无钱无人，免哪抗暴。过来，太不了的，
给你白色恐怖。就是你，若讲话无合国民党听，我连咪就了了去关吼，去了了到唱《绿岛小夜曲》。好，过来，敌性反转、身份错乱的域名教育。好，他都讲过，敢咱讲，咱拢回归祖国怀抱。本来咱日本军是跟中国军咧相战的敌对，伊即马甲你敌性反转，讲来台湾平和人民拢回归祖国怀抱。所以咱拢是共国个呀，好，安尼咱就变敌性反转，啊，咱个身份错乱个嘛。咱本来敌对，说即马堪比起共国个呀，裕民教育成功，好，好，过来计民主选举，啊，大多比如恁讲个，啊，搁咧买票，哦，即马买票，哦，一种个用行政主管，哦，行政买票，哦，甲公务员人员加薪有无？过来。用黑道来买票，即摆去到恁家，哦，穿一个夹克，啊，两一个人两组，一个发钱，啊，怎发了？你若收伊了，另外迄个夹克也是带掀开，你看，妈祖婆有看到，你票爱投出来，哦，啊，关公有看到，你票爱投出来，哦，用安尼咧甲你吓惊，哦，啊，台湾人。信用都拿香对拜，敢若拜，啊，毋知咧拜啥，毋知。看到树头较大枝的树头嘛拜，一头较大了也拜，一头公、树仔公、啥物公，连狗仔十八王公啊咧，吼、哦。啊，就是用安尼，假民主选举，因呐，国民党有东山嘛，用东山咧买票嘛，用政策买票嘛，哦，拍组织战。啊，等于讲，咱日军咧买，甲闽南军咧走一百公尺，人因伫迄五十公尺前摆伫遐为遐起跑，起跑点不一样。包括媒体啊，拢国民党掌控哦，无论电视、报纸、收音机，你若要做报社的，要做到主管级的，足困难。大部分遐位拢中国人占着，迄、那个编辑室，你台湾人干来当？做走外口的采访新闻的记者，啊，内底主管，吼、哦，咧审核的，你采访入来审核，伊只中国人咧审核，啊，这报来对我国民党比对我哪样无，啊，这卖报，哦，啊，这报来对民进党歹名声，吼、哦，这报较大片的，安尼，所以台湾人都拢用洗脑去啊，吼、哦，头拄啊这六个。都教咱台湾人饲甲大地啊！吼，最近尤其你看民进党，即摆民进党已经无像较早民进党啊！啊，即摆国民党嘛无像较早国民党，国民党共产党化，拢挖红军迄边吼，拢去迄边咧朝拜啊！民进党来保国民党这个位，吼，即摆总统正诶，也无咧带头要去抗议啊！较早，阮定要带伊台北一日游，我拢讲台北一日游，去屏东透早坐车，渔人车起来，啊，中路到路边食一下屏东，啊，过来就两点差不多开始游行来到总统府头前凯达格兰大道，啊，因阮拢爱提早走，阮无多听到遐迄个亚洲的人出来，我拢头五六点爱走。啊、不是，多话口话话叫叫的，大家去虽然属龙工厂去转去，嘛是去继续做工，吼、哦，趁只缴税金，予国民党去开，大概就安尼一日游。啊，有一个较趣味就是讲，哦，迄个陈云林来，啊，伊去介好几十万人，啊，塞车，啊，阮伫桃园这个民间的交流道，吼、哦，有板凳，伫遐食桌，啊，阮迟到，阮来桌下去用占伊。啊，迄时阵你会去，那要去抗议，拢是差不多较退休的，年纪较大，头毛拢白白。啊，我怎啊？我那个服务小姐，迄个可能新来，我讲，啊，我迟到，啊，我来微用占伊啊。哎，服务生查某看，看拢迄顶、迄桌、迄几桌拢头毛白白。伊讲，啊，无要紧，
您搁等着，迄道搁食无偌久啊。伊阿个讲，我安听者讲，其实意思是讲，临边都食完啊，要走啊。啊，所以，好，来，咱来看外来种的植物哦，荷兰人来台湾，哦，来安平，哦，伊迄阵是海上强权，伫全世界咧找找一挂新的物种，哦，迄阵荷兰人发现讲台湾来种甘蔗足好赚，种甘蔗啊来做乌糖，吼，迄阵糖足贵啊，高奢侈品啊，哦，诶，介绍像黄金安尼，啊，迄阵。那外国印入来吼，你注意看，这种外国印入来，番石榴、番茄，那头前加一个番，就是拢外国来吼。啊，这番仔姜，咱台湾姜是伫土家的姜，哇，姜母迄款姜。啊，这千里空中的叫做番仔姜。啊，这番薯、番薯，哇，好，啊，这番麦、番麦，好，玉蜀黍，啊，过来番仔花。这种外来，啊，你想奇怪？咱台湾人搞不清楚状况哈。咱拢甲中国遐中国兵哇，迄老兵叫老欧啊。好，那么其实咱讲也唔对，因那个叫做新南籍啊，因是外来啊。啊，咱是欧啊较对啊。你敢有听到讲番欧？无呢，拢个嘛讲蚵仔呢，干那番薯吼，即、哦這个代表因是为中国撤退来台湾的，所以是外来，因爱做番薯，啊，咱是本身，啊，咱较早拢个讲迄老蚵仔唔对，因是新番薯，啊，咱家己正讲个老蚵吼、哦，啊，这荷兰人利用的水泥哇，水泥叫做红毛土哇。荷兰人，因个头毛红红，啊，所以早期拢讲啊，迄红毛啊咧用个土叫做红毛土哈、哦，就是水泥啦哈、哦。好，国家民族错误认同哈，咱来看，咱拢错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中华民国讲建功就是全台湾的最大工业树，哦，这嘛是咧讲骗。啊，那拄着有一挂朋友啊，伊来讲啊，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我讲你是狗嘛是人，啊，还是讲你是人嘛是狗，迄拢原科呀哈、啊。我拢爱甲读了哈。那、啊、你陈玲玲2008年来台湾做咧哈、啊，你看，迄阵马英九要求因个警察为迄、那个。通机场到台北市沿路袂使出现中华民国这车轮旗，所以派警察去遐咧搜查咧收遐旗啊，啊表示人因对中华民国无爱啊，啊结果咱日军咧吼，在沿路迄个城林玫瑰所在，也中华民国旗啊在咧顶，咧捍卫中华民国吼，啊咱头壳真歹啊，人因无爱啊，有诶咧跟警察咧抢。警察甲抢来了，佮压落机，佮弹落本子人，咱毋着原来爱对伊抢、对伊收、对伊弹本子人，结果毋是日军诶，佮我们要捍卫中华民国，而、啊、且就是希望撮甲中华民国当作五国，哦，咱是大日本国台湾，啊，伊已经伊有西南甲边，甲中华民国当作五国，吼、哦，啊，等到台北市五千旗咧夜夜飞时，马英九还佮派警察甲保护，惊日军诶。去把机啊抢来搞破，还是把你放火烧？啊，这因老大个机啊，袂使甲得一着，吼、哦，派警察咧保护，吼、哦。好，过来，伊2012年伦敦奥运会做咧，吼、哦。伦敦奥运会，甲中华民国机啊挂伫遮，啊，中华抗议，讲你太无用奥运模式，挂咧五环旗，啊，因自知理亏，吼、哦，赶紧把迄机啊收来，啊，咱台湾人。搁底下咧捍卫中华民国有无？过来，同款，三太子嘛伫伦敦奥运会，遐咧发中华民国车轮旗，遮少年呢。这电影三太子是当局迄阵2009年伫高雄办
世界大学运动会时，吼，迄阵创立出来，吼，请个了不了。啊，结果又啥呀？用咧发中华民国旗啊！啊，这嘛是头个歹吼，这侪学生啊，少年呢，啊，用洗脑去啊，哈。好。那么国家认同撤回始作俑者是啥？我咱来看，伫中华民国民进党，伊伫台湾前途决议文，这1999年哈，阿扁啊。准备要选2000年的总统去改，为着要抽中间选民的选票，所以把台湾创着台湾前途决议文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啊，你记李登辉以前咧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即句话会当看到中华民国流亡的遗迹，伊本来毋是伫台湾，伊是为别个所在流亡在台湾，啊。但是你甲看来到这。陈水扁算民进党的头人，啊，因竟然会创这个条文。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中华民国。你若讲要卖台湾，无你嘛卖一个较好的介绍，大家阁有钱通啊分。啊，这无卖呢，准直接送的呢。台湾等于是中华民国呢，吼。过来，蔡英文，这嘛中华民国民进党的前主席，吼，2011年，伊代表民进党要选2012年的总统，吼，哦，伊伫高雄市落讲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唔是外来政权。李登辉佫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来到这蔡英文已经讲中华民国已经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的政府，同款，连麦都没有麦，直接用送的，安尼有食力无？替中华民国漂白啊！中华民国抓头抓尾，伫台湾伊无名呢，因为将来无一个条约，无一个文件，讲已经甲台湾甲澎湖过户移转予中华民国，无这个文件呢，所以台湾到即马地位未定啊！美国到即马嘛拢安尼讲啊！啊，你看伫安尼。民进党的头人，头搞到这无清楚，莫讲咱一般的人啊，吼、哦。陈水扁嘛学法律的啊，吼、哦，伊大概法律系还袂毕业，律师都已经考着啊，吼、哦。一个著名的这海昌华的专家，竟然拢唔知吼、哦。好，那么咱来改正咱过去作对错误的言辞，一寡咧。外省人，即句话唔对，咱来安怎改？台湾做个分啦吼，台湾你甲分两种人俩，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啊，何谓本土台湾人？就是1945年9月7日，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第一号命令，迄天，敢若发布，但是外国军队、外国人拢还袂入来台湾，迄天，还阁住伫台湾，咱的几大人阿公阿妈，啊，包括咱的爸爸妈妈所生传落来遮的人。子孙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好，村呢就是外国人，好，台湾无外省人，所以你爱甲讲，因是中国人，对吧？讲中国人足清楚个，因为你若讲外省人，你承认伊是外省人，啊，就是等于承认咱是本省人，咱变作中国个一省，安尼唔对啊，好，中国跟台湾牵起来啦，好，伊无台湾的主权。因为会使讲中国，会使讲因阿公，就甲日本时代吼，就甲台湾甲澎湖已经等于跋输掉，堪能笑吧，拍输，已经背后人去啊吼。你袂使讲，甲真正讲，嗯，这块地较早阮阿公的，恁阿公较早就卖人去啊，你真正搁咧讲迄个，吼。来第二个，咱拢讲专省，专省唔对要哪改？有人知无？你有听过收音机不是讲专线药房拢在卖，有无？专线哦，服务拢有服务站咧，甲各位服务。专线唔对啦，你若讲专线，咱一个人的一线啊，哦，咱不变中国一线，全台湾啊。有人佫会讲全国嘛袂使，台湾唔是国家哦，
台湾是大日本国一个地区，台湾大日本国的台湾安尼吼，所以袂使讲全国。过来，大陆唔对边哪解？对，爱讲中国，因为你若甲你一个外国朋友讲，我后礼拜要来大陆佚佗一礼拜，这外国人头壳都冒咧烧啊！嘿啊，你是要去对咧啊？因为全世界有六个大陆，来，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澳洲大陆、非洲大陆、欧洲大陆，搁一个亚洲大陆。啊，你跟他讲大陆，伊就爱多这六个只说。你来买对一个，好，所以你若直接讲中国，啊，人足清楚啊。咱若要去美国佚佗，咱拢话讲啊，我要来美国佚佗，咱袂去讲我要去北美洲大陆，我袂去讲安尼嘛，哈，直接讲美国。啊，你若要去中国佚佗，你就讲中国就好啊，哈，足清楚。好，先到，先到唔对边个解？你若讲圣道，就是讲咱是人的一生的道路，爱改啥？我讲大清作笨手，212当无在条开这条南甲北这条路吼。美迄、那个日本来11年，就甲这条路基本起好啊，该有河流的所在就铺桥过。拄啊，敢若西丽大桥有开便道，较细条的吼。啊，迄阵的基罗大桥咧拍桥墩哈。长大唔对啦，爱改台语线，啊就讲纵贯线。台湾第一条纵贯南北的道路，日本人开通的，11栋了。好，啊，如果你若伫这条开车，你讲。你车拢加水就会走，安尼你若要讲省道安尼，我就无会讲，哈、哦，足省个，加水就水足俗个啊，哈、哦。有影来较早，阮车对面阮家吼，我做囡仔，我说啊，迄阵日本个奥多麦吼，加水呢，伊水冷式个，毋是气冷式个啦，有水箱啦，奥多麦有水箱，说下遐尔，伊原因爱加水，互伊轮缸散热。啊，我讲哦，啊，你这加水就会走啊！我讲赞，我这日本进口的，我又骗你。大汉才知影讲，迄做水冷式的哈。啊，你若加水会走安尼，你讲省道，我就袂甲你抗议啊。来，偷渡客，偷渡客唔对，爱改啥？你若要去人个国家，你一定爱经过签证有无？咱若要去美国，是毋是爱先去？摕美国签证，签美签，啊，甲摕 passport 去到人海关，伊讲哎，哦，你有签证，啊，佮有护照，好 ，pass， 互你过。啊，你若无签证，随佮你遣返，吼、哦。好。啊，中华民国，咩？阿强迄边，咱台湾头20年前开始有遮偷渡的人，吼、哦，拢为福建的外海迄个上大个岛叫做平潭岛。中国人的查某要来台湾打工、赚食，拢有遐坐渔船啊，为新竹南寮渔港附近遐登陆偷渡起来，啊是去到屏东的哪边东港、枋寮遐，有遐偷渡起来。啊，偷渡是一个犯罪的行为嘛，哦，所以你若讲会当讲偷渡客吼，不，这也叫做偷渡犯啦吼。你若讲承认讲偷渡客，安尼连讲，咱若来到，咱若转去咱家，我啊发现讲咱家着贼偷搁里内底，啊袂走，啊像最近顶礼拜一个，迄个一个少年的海军陆战队退伍的迄个阿妈军迄个硕士哇吼，拍死啊都硕士，啊你若拄着迄个小偷，你袂使甲拍死，迄人客呢？你要讲哦，小偷客你好，啊，冰箱有凉个，你有开盖啉无？哦，啊，人客你爱好个招待，哦，如果呐，偷渡客这点也讲会通，就是爱变安尼，哦，所以袂使哈。啊，你美国
这款代志你侵入民宅，这都介严重啊！哈，因有一个城堡法，就讲，阮家内底就是我的城堡，你无经过我同意，你若闯入，我会当用钱给你拍死。就是合法正当的防卫，哈。啊，咱讲啊，即马民国几年，即句唔对，安怎改？安怎改有关系？对，爱改西元对，哎。因中华民国1949年，哦，迄，啊不，60当前，伊就灭亡去啊吼。啊不，60当前，伊就灭亡去啊嘛。1949年就灭亡啊！啊，即马全世界剩无几个国家无咧用西元啊，大部分95%拢用西元啊！哈，西元足好记的哈。啊，你那民国50年出生，啊，你要甲换成西元，你甲加载就对啊。50年出的，你就是1961年生啦，哦，安尼足好换算的哈。来，咱讲台湾总统陈水扁，啊，即句唔对，要哪改？中华民国总统掉一半，吼、哦！你若讲，因为台湾毋是国家，所以无可能选一个台湾总统，吼、哦！中华民国爱甲加一个流亡总统，因为伊离开家己个国家，走来伫别人个国家，大日本国个台湾，个中华民国，所以叫做流亡总统。陈水扁，包括啥？迄个李登辉，嘛是流亡个中华民国总统，吼、哦！那么为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物件，吼、哦。因为咱阿咧讲，闽南吼拢讲你算什么东西，吼、哦，拢用较轻视你算什么东西，无人咧讲你算什么南北，吼、哦，对不？啊，这有原因嘛？迄、那个台湾出产香蕉，出产山啊，啊你若加卖去西边的。厦门、福建、厦门，吼、哦，卖不到好价钱，因为纬度同款，人迄边嘛有出产香蕉、嘛山啊，啊，生产成本佫比你较俗，你若物件摕遐卖，一定了钱的。啊，咱若甲台湾的香蕉、山啊往北卖，卖来日本的东京，一定三倍计少，吼、哦。同款，日本的梨啊佮苹果。早期哦，咱梨山也无去甲开发，也无种苹果，咱台湾嘛无苹果，迄苹果爱为日本进口入来，哦，迄落足贵个，吼、哦，为日本卖来台湾嘛是日本的三倍个价钱，吼、哦，所以台北迪化街咧卖叫做南北货，高雄三丰中街卖嘛是南北货，无人咧卖东西货，对不对？吼、哦，卖东西货无钱赚。所以拢是咧卖南北货哈、哦，来韩流为中国来哈、哦，啊，因为我住屏东，所以我感受足深。我今仔屏东要来，吼、哦，我那热皮皮啊，30度，啊，我大概来遮拢会感冒，就是来遮温差伤大，吼、哦，拢会感冒，所以我对韩流足感冒。过来沙尘暴。啊！这沙尘暴，到10几年前开始有诶。啊！这就是较早毛泽东计较，伊为着要超英赶美，有无？伫人民公社，就设啥物土法炼钢炉，有无？要土法炼钢，啊，甲因附近诶树啊，撮了了去行去做茶行烧了了，诶，树啊到尾啊，遐紧烂诶，无多水土保持，啊，着沙漠化。沙漠化啦，东北季风飞咧，啊，就为咱遮来啊，吼、哦。啊，最近这4-5年较严重的就是雾霾，吼、哦。啊，这习近平算天才啦，伊为着要，互这个 APEC 哈、哦，伫北京咧开，啊，要有雾霾莫遐严重，下令，伫这个一礼拜前就开始下令，叫北京地区、天津。即附近只工厂拢停工，袂使生产物件，大家拢停工。所以即马即几工天气真好，我遐媒体啊，啊半
半日个假啊，讲叫做天色真的变蓝的哦，无雾霾哦，这个叫做 APEC 蓝，好、哦，那个小看哈。啊，现在这几年来这，就是1979年邓小平改革开放开始，哈、哦，无设限，等于拢只要你肯来中国投资，拢有利率牌，拢有优惠。全世界不爱做的物件，拢送来中国做，所以做着高污染的、高耗能的，拢走去中国做。啊，中国拢无做遐污染防治遐设施，吼、哦，为着要减省成本，因拢即马牺牲环境，吼、哦，牺牲环境，来咧为着要趁钱，吼、哦，啊，所以现在有一挂化学的毒的物件，啊，荷尔，哦，迄、那个环境荷尔蒙遐物件拢。遐毒素进入中国足严重诶，吼、哦，而且就产生雾霾，而且即卖东北季风嘛飘来到咱遮，啊，即款毒你若输入肺部，对肺部诶伤害是不可逆转诶，吼、哦，所以即全世界大家拢真惊。来，郑成功，即个吼，我讲伊成功，咱就失败了。伊若卖甲荷兰人赶走吼，荷兰人迄阵世界强国啊，海权国家。全世界收集上好的品种拢收来咱遮，吼、哦，咱就做着好物件。结果迄个地震讲甲赶走，吼、哦。啊，你甲看荷兰人1624年来占安平，刚去一年，伊嘛去占美国纽约的迄个曼哈顿，底下个设立广告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吼、哦。啊，你甲看人即摆纽约是世界。上大的都市，也在讲上富如上局、上先进的都市。啊，咱的台南市嘞，较早有一句话：一户二落三万家。啊，即卖嘞，较早第一名，即卖连在台湾五都都第一都排袂入去。即卖第一都是台北都、苏台北都、苏高雄都、苏台中，即卖排第四，台南都排第四，伫台湾排第四名。人牛的即卖全世界第一名。啊、所以，若卖有郑成功甲荷兰人赶走，咱含荷兰人混血。荷兰人你知影高强端，头毛阁红诶，目睭阁绿绿，吼、哦，皮肤阁白色色。啊，即马若一直沿来到遮，阁要400年吼。即、哦、马中国人来遮佚佗，大家拢若要看咱，拢头壳爱甲讲，哦，逐层拢遮大。啊！你那混血，大家拢嘛烟头，查甫烟头，查某会水。大家拢金头毛啊，红头毛诶，哦，鼻啊搁嘟嘟，目睭搁绿绿，啊，这一定根本无感觉。伊就袂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不对？好、哦，啊，所以伊成功，咱失败，咱甲即卖许中国人来甲咱糟蹋，哈、哦。来，大清时代就偷偷讲个哈，210年无栽条起一条纵贯线。你不卖讲啊！我中华民国来，中华民国在台湾，我开个用这句啊：中华民国海台湾。那卖蒋介石这中华民国来吼，咱今天嘛教过，咱早嘛已经像琉球反乱安尼，咱等于大日本国啊！哈，咱就免在遮咧，和中华民国干呐叫咱讲，中华民国遐官叫作个叫咱台湾人拼经济、拼经济、拼经济，趁钱、趁钱、趁钱，趁好因开。纳税金无应该，吼、哦，袂讲像日本人伊个过环境，伊去日本人来真为着要管好台湾人，所以拄开始真歹，所以迄阵日本警察足有威严个，所以以前咧叫日本警察拢讲警察大人，好无？伊足有权威，逐项代志拢管，包括环境卫生拢管，吼、哦。但是中国，遐中国人来了，警察大人，迄、那个大人判刑，剩警察，啊，愈做愈歹，变警察啦，佮愈细声去啊。本来是警察大人遮大声，变警察，那警察啦，过来连警察也无去，变啥？地保啊，过来连地保也无，讲贼头，有无？过来连贼头都毋是，讲。合法派遣的罗马，
就敢那一点拍轻拍嘞，哎，拢咧做一挂罗马代志，维斯有无？就之前哦，两个月前伫咧用 KTV 用拍戏，伊就咧维斯嘛，哦，我是合法拍成个罗马，爱听我诶，我来瞧，唔知影讲迄几个少年仔唔捌你，你也无穿制服，就讲恭喜啊哈！所以中华民国来，海南开到即马69档啊哈！啊，这个吼，啊，这个臭石头啊吼，老一辈讲的啊，甘愿先到广岛长崎迄两粒原子弹，嘛未瘾先到这粒臭石头。因为广岛长崎差不多二三十年后，人因重建就好啊嘛。哦，但是这粒臭石头会遗害台湾百年了吼，做一个人哦，拢有伊个。哎、欸，还个咧，无个中正庙咧，哎、欸，好、哦，好，所以这种中国来的这种唔是好物件哈。咱上好是爱日本人来啦哈、哦。好，咱来分贴，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的哈、哦，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这个鲍威尔就是1990年迄阵第一次破案战争的时候，伊、哦、做指挥官迄、那个。非洲裔的哈，那么伊伫北京访问的是迄个记者甲甲采访那个问，迄阵2004年10月25日哈，经过卫星报纸，那个记者咧甲采访时，甲你讲，伊问讲啊，台湾地位啥款？伊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中华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哈，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我要用的境外的国内哈，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啊，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即马由台湾伫咧当局代理当中。这个境外的国内就是讲，美国人要来台湾，伊要用伊的护照开登记牌，好。啊，但是伊阁用一个台湾关系法，这个国内法咧管台湾，好，所以话叫做境外的国内哈。那么是不是国家有一个认定的标准？第一要有领土，第二要有人口，第三要有政府，第四要有外交权。哈、哦，啊，咱来看台湾国有领土无？歹势，这块领土是日本天皇的。台湾有人口无？歹势，你台湾国也无发身份证。啊、哦，即马伫台湾这人大部分拢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哈、哦，所以无人口。讲政府。反正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唔是你台湾国的政府，所以嘛无政府。啊，你所搞迄23个国家，刚半年前阁判去一个，哦，甘比亚阁判去啊。你甲摕伊建交公报来看，拢是中华民国派伊的外交官出去跟人签的，唔是你台湾国去跟人签的，吼、哦。建交公报顶管拢写甲清清楚楚，所以这四样拢无，所以台湾唔是国家。哦、所以无台湾国这个国家，而且你来问讲，即马足侪人讲，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请问，那么你的独立纪念日对一讲，讲袂出来，好，啊，你要讲要，你即马要求要独立，好，我请问，所谓独立就是讲，你想要独立就是讲，你即马还佫含一个母体联组会，啊，你要独立出去，请问你要为对一个母体独立出去？母体是啥？有的人讲中华民国，有的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的讲美国，拢唔对啦。咱的母体是大日本国，哈、哦，含中华民国、含阿强啊、含起来，抓头抓尾无因的名，哈、哦。有人讲啊，咱拢拜关公、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咱拢用汉字，所以拢是中国人。这个逻辑哪会通？安尼信耶稣的，拢以色列人，还是美国人？啊，信释迦牟尼佛的，拢印度人，啊，不是安尼嘛哈？啊，那用汉字就中国人，啊，新加坡嘛用汉字，你若甲新加坡人讲你中国人，你肯定变面。包括即马日本嘛用汉语啊，韩国哦四五十年前嘛还佫用汉字用改者，因为较早首都叫汉城。韩国跟中国人不是啊，哈。
中华民国日本政府未来变怎？吼，因的三军司令部将要裁撤，吼，干那要改做指挥部呢？吼，即马21.5万的兵力被精简到12万了，所以即马一直在推募兵制，因为咱个过美国了，嘛个美国提出抗议讲，阮台湾人，阮是战败者，阮哪会当予中国中华民国叫去做兵？你美国去占领琉球的时，你敢有叫琉球人去做美军？无啊！啊，美国你2003年去甲伊拉克海山拍败，甲海山哦赶走，你敢有叫伊拉克来做美军？嘛无啊！是安怎？阮台湾人遮衰，阮得爱甲你买武器，台湾人爱甲你买武器，纳税金去甲你美国买武器。啊，过来做兵，替你美国过前线，因为台湾第一岛链为南韩、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连袂澳洲，这第一岛链，这是美国的前线。咱台湾人纳税金，甲美国买武器，搁替来徛大门做卫兵，搁甲你炸便当，啊，咱台湾人有够衰，吼、哦。所以，咱甲抗议了美国有动作。第一就是甲真侪中华民国的武器哈，拢甲迄个本来有一个迄个独车联牌迄个国药哈，拢甲付掉去哈。啊，即马干那司令部裁撤，啊干那存指挥部，啊，下面人要发号施令，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啦，哈，中华民国部队的动态要做啥工作，是美军咧掌控。那么美国军事政府来入来台湾，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爱撤去金门、马祖，还是福建的平潭岛。啊，这金门、马祖要个是中华民国残余领土哈。啊，这个海峡号哈，2011年11月30日，平潭岛甲台中港首航哈，位啊3点钟就到平潭了哈。啊，去年10月7日。海峡号平潭到台北港，台北港就是北里啊哈，这个搁较近，2点半钟呢哈。伊这个船啊会当载760个旅客，240台车辆哈。那么因家己联合报的那个电子报哈，家己估计去年运量达18万人次，而且台北港诶，这个吞吐量也较大，你看新北市甲台北市。拢是因中国人的社区较侪哈，中国人的后裔也较侪哈。那么，咱来检讨讲，是安那美国会讲台独代表战争？啊，咱较早也听到即句哦，阿公会甲咱拍，唔是哦，来咱来看哈。这个是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哈，伊讲的哈，伊伫美国国会议院的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讲，我清楚来讲，台独就是战争。作为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如此直率的把台独与战争直接紧密的挂钩，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来讲，他说，这是因为让我把话说白，独立意味着战争，这意味着我美国要出动陆海空军，还有海军陆战队四大军种，补充的。怕台湾，无出动这部队要怎？因为台湾是等于底下伫美国的手里，美国爱顾好。就敢若讲，我的手表啊，我若摕来当点当，当3个月，好。那么这3个月下多你啊，你也要顾好了。我连讲我若有钱，我要搁摕钱来赎回去啊。你袂使讲3个月搞我钱摕来，讲要赎回去，你搞讲。无啊，迄个阿强啊抢伊呢，美国，所以美国爱派部队过去啊，吼、哦，啊，这嘛是像那1996年台湾海峡飞弹危机有无？台海危机，阿强啊下飞弹，唔免咱家要求，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派2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过台湾，吼、哦，也要开钱，也唔是免开钱，吼、哦，这就是。咱台湾朋友也去底下伫美国手里，美国爱顾好，等日本、美国
摕钱来行，赎回去，哦，台湾返还。那现在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你看因即届美国其中选举，因足侪州，哦，内底拢咧投票中间拢有加一寡议题，互人民咧公道，来做选择，包括讲禁止用食物做诱饵来吸遐熊。来掠熊，袂使吼。啊，是安尼袂使公道。你美国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啊，恁不是在咧公道？哇，时间遮紧就到啊。好，啊，歹势我超过时间啦吼。好，我今日讲到这，以后有机会再过来向各位报告。谢谢，多谢。各位同心，我们下课休息哈。然后课本哈，课本上面写上你们的名字，啊，课本可以放桌上就好。明天一样是照这个位置坐。好，课本可以放桌上啊，请写上名字，谢谢。